义，所以诸位特别记住这个关键，就是那个善字，它标准在这个地方。善男子善女人才能得到这五种利益，同样一个道理，善男子善女人，你或者受持阿弥陀经，或者是能持弥陀圣号，都能得同样的利益，并不是只有念往生咒才有这五种，不是的，读经念佛统统都得到。那个关键条件就那个善字，诸位特别记住这一点，敬业三福，你能够把三福统统做圆满了，上上品。在